iPhone 6S 三段感压 4K 录影 iPad 史上最大 You just touched them. So yeah, that's what's changed. Are the most advanced iPhones ever. And in fact, they are the most advanced smartphones in the world. 今天凌晨苹果新品发表会，大家眼巴巴等着的 iPhone 6S 终于现身了。最大亮点就是三段感压触碰萤幕，多了重压功能，可以直接打开 APP 拨打电话，增加行程等。Which changes how you play a song, read a text, read an email. 还能运用在游戏上，调整画面远近或武器的火力。主摄影镜头有1200万画素，还具备 4K 录影功能，并推出玫瑰金新色。另外 ，Hey Siri 声控技术让你不用碰手机也能操控。将在12日开放预购，25日可以取货。不过首发地区没有台湾，粉丝还要再等一等。It's the most capable and powerful iPad we've ever created. 另一个惊喜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12.9寸 iPad Pro， 不但有专用键盘，还有全新登场的专用触控笔 Apple Pencil， 能让它变成巨大的数位画板，给使用者更多的挥洒空间。东新闻综合报道，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你还在等什么？每月两折爆料费，采用月领20000，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